2.8 替换练习。一，川菜怎么样？川菜太好吃了。汉语怎么样？汉语太难了。红茶怎么样？红茶太好喝了。这本词典怎么样？这本词典太好了。麻婆豆腐怎么样？麻婆豆腐太辣了。烤鸭怎么样？烤鸭太好吃了。二，这儿的菜真好吃。汉字真好看。这个教室真大。中国人真多。我们的汉语老师真好。这啤酒真好喝。这家饭馆的奶茶真好喝。三，你们想喝什么酒水？我们再想一想，好吗？你们想点什么菜？我们再想一想，好吗？你们想借什么书？我们再想一想，好吗？你们想吃什么主食？我们再想一想，好吗？你们想看什么电影？我们再想一想，好吗？你们想买什么茶？我们再想一想，好吗？你们想去什么饭馆？我们再想一想，好吗？四，我想喝茶，你呢？我想喝点别的，这儿有果汁吗？我想喝红酒，你呢？我想喝点别的，这儿有酸奶吗？我想吃羊肉，你呢？我想吃点别的，这儿有烤鸭吗？我想喝绿茶，你呢？我想喝点别的，这儿有红茶吗？我想吃鸡肉，你呢？我想吃点别的，这儿有烤牛肉吗？五，我能带我的女朋友吗？可以，你还可以带吴天宇。我能借你的词典吗？可以，我现在不用。我能看看这本书吗？可以，我现在不看。我能在这儿等一会儿吗？可以，请坐。我能尝尝这个菜吗？可以，这个菜非常好吃。我能认识一下这位朋友吗？可以，我给你们介绍介绍。六，再喝点茶吧。不用了，咱们走吧。那好，服务员，买单。再吃点东西吧。不用了，咱们走吧。那好，服务员，买单。再喝点果汁吧。不用了，咱们走吧。那好，服务员，买单。再吃点水果吧。不用了，咱们走吧。那好，服务员，买单。再喝点花茶吧。不用了，咱们走吧。那好，服务员，买单。再喝点汤吧。不用了，咱们走吧。那好，服务员，买单。七，服务员，买单。一共40。好的，给你100。您这是100，找您60，欢迎再来。服务员，买单。一共18。好的，给你50。您这是50，找您32，欢迎再来。
服务员，买单。一共27。好的，给你100。您这是100，找您73，欢迎再来。服务员，买单。一共59。好的，给你89。您这是89，找您30，欢迎再来。服务员，买单。一共22。好的，给你50。您这是50，找您28，欢迎再来。服务员，买单。一共71。好的，给你100。您这是100，找您29，欢迎再来。